自制我最爱的酸奶粉。今天我们要去从初中就听过然后一直觉得很神秘的梵蒂冈，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吧，据说还没有故宫大呢。而且今天非常好的就是居然晴天了，我前两天还在说罗马的天气预报简直不要太准，说今天下雨今天就一定下雨，就不会说不下或者说不阴天的那种，然后结果今天本来我查天气预报是要下雨，结果今天居然是晴天，在梵蒂冈拍一拍照什么的。给我的大肉里找不到打电话。梵蒂冈的大门口，买的冰箱贴就是刚才看到那个梵蒂冈的卫兵，那个时期的人是不是还是很厉害的，文艺复兴了不起。来睡前面那儿吧， ice cream 那儿。咱们要去胶卷店，在哪儿啊？这个月的目标之一是要拍胶卷，拍胶片。装胶卷啦，终于可以拍胶片啦。哦，然后你拨那个东西，然后它就往过走是吧？对。耶、yeah。OK。说着不会下雨，然后就下雨了。刚才买了两个胶卷，然后一个被他打开，另外一个被他扔到垃圾桶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掏垃圾。哎，掏垃圾，掏垃圾，今天的高光时刻，大早同学要掏垃圾桶了。你说大家是不是说觉得咱俩很恶心？没有，行行，哎，等会儿你等会儿啊，就刚刚淋过雨了，其实这垃圾桶里也没什么。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。好了，哎，你拿这个擦一擦手。幸好刚才我从那个饭店，对，拿了这餐巾纸，是不是拯救了你？拯救了。好好擦擦啊！看我的小白手。先吃了。好甜啊，开心果味儿好重啊。嗯，对。又轮到了在奇怪的地方吃奇怪的中餐了。对啊，本来就是说好了去每一个城市都要尝试一下它的中餐，最后评选出一个最难吃的。Naomi现在当之无愧第一名。
刚刚去哪儿了？嗯。你刚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是吗？我们本来想去一家比较远的中餐，但是实在是有点懒。哎，你看那里面都是中古家具，它那个那种小的花盆架其实挺好看的。那银色，那里边那镜子。我现在有点种草了。银色。嗯。来到小电台上，走吧。酒店啦，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药妆店还有 Sephora 都买了些什么东西。第一个就是一个菲洛嘉的面膜，然后它是一个新出的，这个面膜它写的是就可以当成晚霜来用，平时如果懒的时候不想去洗面膜啊，洗完澡以后就可以敷完这个以后就睡觉了，护肤的最后一步。它说是可以排毒，就是可以帮你去代谢掉一些你老废的角质什么的。然后就是一个那个它最有名那个十全大补面膜，然后这个我之前也用过，然后觉得挺好用的，很有名嘛，大家肯定很多人都用过，所以我就不多介绍了。它就是一个就可以补水啊滋润啊这种的。 Sephora 啊，看看我在 Sephora 买了什么，非常轻的一个袋子。又买了一个 Becca 的高光，我以前没买过这色号，我以前是有那 Moonstone 和 Opal， 在手上划的，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显色，拯救鼻梁神器。你看一下那个鼻子的鼻梁的光泽感就特别的明显了。然后一个 Fenty 的高光，打开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是之前看 Rihanna 在 Instagram 上面 po 了一个，她就是用那个遮瑕膏，好像就1月1号吧，然后她就说就是大家肯定都去了什么那个跨年 party， 她就当时就 launch 了这个遮瑕膏，就说可以拯救大家 party 以后的黑眼圈。然后当时我在店里面就稍微试了一下，我觉得效果还不错，而且这个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干的那种，没有一下就提亮了的感觉。还是 Becca 的一个，是他们新的一个系列吧，高光棒，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方便那种，就是还显得皮肤还挺健康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在 Sephora 还有药妆店买的所有的东西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那我现在去洗脸了，然后一会儿把这个面膜敷上。终于要出门，现在已经5点了。因为周日这边很多地方都不开门，所以我们就先去一个博物馆，然后呢再去吃饭。真的很小，你头和他脚这么大。这是他的头。对。他的手怎么跟他的头差？哇塞，连血管都做出来了，太逼真了。太逼真，而且雕的还真的是啥呢？终于到餐厅了，看看，太小了，进去看吧。
们现在来到这个餐厅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的，然后他说他在罗马的时候来这家餐厅吃了三次，然后就在许愿池附近。菲力牛排，野猪肉酱，香炖野猪。第一个就是羊排。不用说都知道，大早同学点的肯定是牛排，大家请欣赏一下烤乳猪，好香啊。美国都是挂球鞋，看人这儿挂高跟鞋。我们要去看罗马队，最震撼的斗什么来着？斗兽场。回家呢，他眼里没有我，只有吃的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小红。不错，但好小。